地飞歌。这首歌的原唱者呢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广西非常出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小姐。是的，女高音。对，女高音歌唱家。那么歌曲呢描述了少数民族爱唱歌的特点。大家在欣赏这个舞姿的同时呢，也可以看到难得一见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刘新山广西会馆舞蹈员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表演《大地飞歌》，掌声欢迎。就是我们广西少数民族服装秀。